个七十七岁。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来到我们的中间的弟兄姐妹、慕道友朋友们，交托在你的恩中，求主的灵感动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一同来见证你的爱，因为你爱是真爱，你的爱实在
在此不变的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此时此刻把余下的光阴，主啊，完全交托给你，求你在我们会场里面举手为登宝座管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完全来归顺于你，让我们的心完全来仰望你。主啊，也求你与你自己的仆人同在，把按着你的旨意来见证你的道，求主恩膏的灵膏他，使他今天晚上所讲的，让我们众人都能够听得扎心，让我们明白，能够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谢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权柄、能力、丰富归给三位一体的真神，把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恩主手中，如此向你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弟兄姊妹，晚上好，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这里，这里是永生神的家。请弟兄姊妹不要把自己当作外人，我们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但愿我们的赞美融入每一个人的心间。从天国来的爱
Bye.
你们。这首歌深深地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在离开异国他乡，我们虽然赚到了不多的钱，我们虽然有的人赚到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心里饥渴满足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赚了全世界，失去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主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所赐的水，凡喝耶稣所赐的水，叫我们不渴；世上的水，叫我们喝了还要再渴。真的，小兄弟在这里做个见证啊！11年前，小弟兄是悔改了，自从悔改以后呢，对欧元的金钱就轻看了，完全相反了。感谢神，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慕道友们，赶快来信耶稣，让上帝祝福你们。生活水。
当有朝一日一旦失去健康的时候，试问您能用赚来的钱去买回健康、青春、生命吗？不能。耶稣是全能的主，他告诉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会一一的加给我们。不要为吃喝忧虑，所罗门的智慧和财富在当时是空前绝后的，可到最后换来的却是一声叹息，空虚的空虚，凡事都是空虚。亲爱的朋友们，快来信耶稣，依靠耶稣才是真正的富足。阿们。Yeah.
朋友们，我们人的一生如舟行在海面上，什么时候起风浪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有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有平安，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指风和海，风就平了，浪就静了。亲密的道路你如果不知怎样行，那就交给主吧，让他为你来导航。
变化很大。从那个我们当初的那个青葱少年呢、啊，这个走特别特别想创一番事业的那种雄心满满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是天天在家带孩子，这个混得挺惨的啊。但是嘛，心里特别特别特别开心，心里特别开心。可能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我该要的，上帝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予我，而且想想比我索取的还要好。只是时间段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可能上帝有自己的安排吧。但是想一想，上帝对我也是用心良苦啊。这次来做见证嘛，是受三林姐的邀请嘛，可能我也算代表我们2007年那批留学生硕果仅存的几位吧。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吗？还是挣到钱了？可能有些人混得也挺惨，回国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得到的比他们都要好，因为我得到的生命嘛，我就是亲属了嘛，所以我挺为自己骄傲和自豪的。而且我的妻子还有我身边的朋友也一直都坚持下来啊，一直都有去教会，一直都有的受洗了，一直都走在这条路上，虽然挺不容易，但一直都在坚持。我也很感恩嘛，因为身边有一些这些属灵的伙伴。怎么说呢？今天着重要说的是，自己这个孩子的事儿吧。可能有一些见证我已经做过了，咱今天就说一说孩子的事儿。我跟杨帆是2010年结的婚。我们是去年孩子生下来，所以相当于5、6年了。这个5、6年吧，我们确实挺难过的，因为一直想要孩子，一直没怀上。回家检查的也是都挺正常的，没什么毛病，但不知道为什么。杨欢吧比我压力更大，他每次回国他都不好意思去我家，因为我父母那种期盼的眼神啊，还有我奶奶一回家就说你去检查吧，去检查吧，总是逼我们。我说我去了，没事儿。我奶奶都不理解，所以杨帆也不敢回家，压力特别大。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多挣点钱吧，我们就把精力用在自己的事业上。是大概是前几年吧，生孩子的前一年，2016年嘛。2016年我们开了2家店，挺忙的，工人10来个，哎呀，生活的确实看着挺风光，但确实不容易。今天这个事儿，明天那个事儿，以前打工嘛，没觉得打工很好，觉得打工特别累，还得受人管，一直想自己做点生意，自己做老板。但是真正自己当上老板就知道太不容易。跟孙子似的，哎呀，当时嘛，我们有一次必须得回国，好像办什么事儿吧。但是2家店忙不过来怎么办啊？老板走了怎么办啊？当时我就把我两个表姐当时在意大利，但是他们没有身份，在意大利做保姆的嘛。我说你们帮我看看吧，工人我也辛苦过呀。说两个表姐，1家店1个，再帮我看了2个月。然后2个月回来以后，我就发现这两家店呢，就是整个都是乱套。因为吧，这两姐特别维护我啊，把工人管得严严的，就是5个工人1个月的饭钱好像不到200块钱。天天给做什么胡萝卜呀、白菜呀，这工人呢都回来就是都是辞职报告都要走。然后呢，这两个姐吧还总打小报告，哎，告诉我今天这工人这样，明天这工人这样，搞得我吧就
觉得工人也信不过，但是工人不好找啊，上哪找那个可信的工人啊？所以那段时间特别纠结，最纠结的是我老婆嘛，因为这两家店她是每家店都要去的嘛，她就感觉工人对她的眼光都不一样了，以前还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全变了，压力特别大。最终没办法，这个我那两个姐也知道怎么办，他们就不干了嘛，就走了。他说我别在这待了，反正你们也回来了。走了之后这段时间，杨帆有一天就找我谈话嘛，就说老公啊，假如有一天我也走了，你会怎么办？我说你生病了吗？还能活几天啊？他说不是，他说我想离开一段日子。我说那你去吧，散散心，走个三四天没问题。他说我想走半年。我说半年？半年以后呢？半年以后，他说半年以后有可能不回来了。我说 你要干什么？他说我受不了这种日子，太苦了，然后关键时候在你身边我也得不到理解。你说你两个姐说我，你也跟你两个姐说我，你说我这一天是为谁呀？就为了这个家吗？说的我真是的，当时我这个想死的心都有。那段时间吧，我就找不到自我了，我就想钱挣是挣到钱了，但是妻子没了，妻子要走了，你说我有什么用啊？那段时间我们忙的没时间去教会，眼里想的只有钱，想的多挣点钱，反正别把时间浪费了。反而我觉得那段时间上帝就是对我的教训嘛，他让我知道离开了他你什么都不是。钱这个东西可能挣的挺多，但是有的时候税警一来查，你有可能半年钱都没了，都罚进去了，所以到头来什么都没有。那段时间想很多，然后我们就求靠主嘛，希望主能给我们一条道路，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发展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杨帆就过来跟我说：“啊，我可能不走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怀上了。”当时我不敢相信嘛。但是我们去医院检查嘛，最后证实了确实怀孕了。哎呀，当时我心里想的，我就觉得，哎呀，上帝真是救了我呀！要不我们这个婚姻恐怕维持不下去了。然后一年以后嘛，啊，我们这可爱的孩子就出生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光靠着自己，啊，不能光靠着自己。你想要的东西，不见得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且你求靠什么，你可能会想着去放弃一些什么。所以上帝嘛，就让你去受这个苦，让你受这个煎熬，哎，但是上帝不会放弃你，不会不管你，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会搭救你。我觉得这件事儿吧不值得做见证，因为在座各位可能都生好几个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也是个很神奇的事情。这个我都已经放弃了，你说这些年没怀上，怎么刚好我老婆要走的时候就怀上了。我老婆走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她是孩子上帝赐给我一家属，我很感激她，很感谢上帝。这些年嘛，十年了，我信主以后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实发生很大变化。你让我想我是怎么变的，我记不起来，但是以十年作为一个度量衡的话，我变化是很大。起码我这十年我胖50斤，50斤呢，那个这个心宽体胖了，有可能心态好了，你身体也就发福了。那心态好了可能也就这两年，所以这两年胖了很多。自从杨帆怀孕以后，我们就把那个店里的生意，就是两家店就卖了一家，
而且那一家店我们自己去，我们高薪雇了个店长，就是让他去打理，我们也是对他非常好，对他特别的放心，钱少挣一点，但是反而我觉得挣的比以前还要多，因为可能是上帝让你挣钱，上帝觉得啊，你可能知道教训了，你可能放下了这个心态，不追求金钱了，反而你挣的比以前还要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你自己想抓不见得能抓到，但是上帝给予你的往往比你要抓的要多很多，所以在此嘛，向各位讲述的就是简单的就是这个事情，当然我身上发生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都是琐碎的事情，我没有那些很神奇的神迹的事情发生，但是上帝时常对我的小恩小惠累积到一起已经很大了，足以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之前十年前刚来意大利的时候，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用严重的话说，是一个跟魔鬼为伴的人，因为我心里有个魔鬼，那个魔鬼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总跟我对话，那个时候我很孤僻，没有朋友，然后嘛，什么骄傲啊、嫉妒啊，就内心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但是心里的那个魔鬼始终觉得你是最好的，天天夸我，让我跟他关系特别好，然后我远离人群，那个时候甚至我有那个社交恐惧症，我不喜欢跟别人讲话，就是默默地坐在一边，别人谁也不认识我，我就是那个状态，一直到出国以后吧，接触教会以后，甚至受洗以后，我才发生改变，因为我身边总有一些人，我不去跟他讲话，他也跟我讲话，都是这些基督徒们去来接触我，主动的向我送温暖，主动的跟我去说话干什么的，然后通过查经啊，通过读经啊，我慢慢的跟心中的那个朋友，现在开始吧，那个是老我吧，就是自己的老我吧，跟他远离了，当然了，时常也会来骚扰我，诱惑我，但是我发现跟他很陌生，他说的话我不会听的，啊，因为我现在都在读经，我在群里有读经的，每次读经不见得能全读懂，但是总有那么一两句话进到我心里，我就觉得每天上帝嘛都在我身边，每天上帝都在跟我说啊，小周，你就不要什么想法，不要什么惧怕，你就往前走吧，你想实现的或者你想要做的我都会顾全你，你放心吧，所以我心里觉得特别的有所依靠，什么都不怕，这个包括现在的怎么说呢，家庭啊，我这次回家，我父母也发生很大变化，有可能我作为基督徒改变性格以后，家里人也会随着我慢慢发生改变，以前我的家里就是从小父母就在吵架，就是造成了我那个内心不好的性格嘛，所以现在父母关系特别和谐，特别生了孩子以后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哎呀，这个真是主的恩典嘛，所以我觉得在座的慕道友还有广大基督徒们，我说的这些可能就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但是我是用我的诚实，用我的真诚做的这个见证，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每一位能使大家在这个道路上更加有信心的紧紧的抓住神的恩典，一直走下去，谢谢各位。感谢主，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是神改变了我们。小周弟兄他是我们Genoa教会的，他说2008年，他是2007年的那批留学生，第二年他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现在在米兰开店。我们听了他的见证，我们也知道他那个虽然信主他也有遇到一些不顺境的事情，但是借着祷告上帝给他开出路，他内心的改变如果他不说我们真的不知道，
是主改变了他，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就，你还要讲吗？杨恒主任你要讲吗？哦，那接下来有请那个飞云弟兄为我们来信息。
才是我误会的，杨峰姊妹她要做见证。杨峰姊妹在哪里？她要做见证，我们大家用一下亲爱的名字。的时候都有种女儿回到娘家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我先生跟我说，他说这里要办一个福音营会，然后需要我们回来做见证的时候，我的心是特别的，就是火热的开心，然后就是伴随着的是就是很纠结，因为什么呢？在我身上，我觉得做福音会的时候，应当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成功的经历，还有就是数算神的恩典，赞美他。但是我回想了一下，我从2007年到现在，我所经历的主恩，大大小小数不尽，但是。让我数算的话，我觉得我身上就是成功的例子不多，但是失败的经历却很多，所以我今天想来想去，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身上的一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失败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是让我感觉很难过、很伤心、很刻骨的一个事情。那分享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十诫中的第五诫，谁记得？孝敬父母是吧？可以请弟兄姊妹们把圣经呢翻到出埃及记20:12，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十诫中的第五诫。我记得我在蒙恩之后，就是上过一个牧师讲的课程，他就讲说这是一条有应许的一条诫命，就是说如果你想得长寿，那么在世上人我们都想要么长寿，要么就是健康，要么有财富哈。但是如果说归根结底，大部分的人都想说我要健健康康活到老，那么如果你想活到老的话，你就好好的去孝敬你的父亲母亲，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长寿。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诫命，我当初在学习的时候，我也是说啊，那我从现在开始，那我就要好好的对待我的父亲母亲，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在世界上这个生命的长久，当然我们的眼光是要看到未来属灵的那个长久的永恒的那个生命，但是在世上的这个我们一样也是要追求。但是我虽然是知道了这个诫命，我却没有很好的把它实施，因为从2007年然后我留学出来，一开始在热那亚也好，后来到米兰工作也好，我很少给我的父亲打电话，因为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都是说，哎呀，一开始就说电话费挺贵的，那你就没什么事情，家里都很好，你不要打电话了。然后呢，在后来的时候呢，我就会
爸爸你可不可以去学个驾照啊，然后我这边赚了钱给你买一个车子，这样我回去的时候你就可以送我去各样的地方。然后他觉得学驾照比较麻烦，他就一直不想学，然后我就一直催促他，我就说你去学一个驾照。然后他就每次我一打电话他就推脱不想跟我聊这个话题。然后后来大家开始都用微信了，我就说，我说爸爸你也开一个微信，我说这样子我想你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视频。然后我爸爸就说，哎呀，那种东西我不想费脑筋，我就是去电脑上我打一下扑克牌就好了，那些手机那些东西我搞不来的，回头吃我的话费。然后我也托人给他带了手机，然后也还特意让我姐姐给他申请了一个号码，然后就什么东西都给他预备好了，就是过生日的时候拿给他。我们都觉得这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方便，但是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负担，因为他就是到这个年纪想要去学什么东西就比较难。然后到后来去年的时候我开始怀孕了，然后我就开始说，我说爸爸，我说我现在怀孕了，那么等我到生宝宝的时候，我说你可不可以出来陪陪我哈。然后因为他一个人在中国，我妈妈已经很早就来意大利这边了，就是我爸爸一个人在中国，我们就很担心他吃的不好，所以我经常就是邀请他出来跟我们同住。但是呢我爸爸就是总考虑自己好像个人有很多的习惯，跟我们年轻人怕相处不来。因为确实我出国在外面这些年，就是回家的时候也都是在我老公家，就是在我婆婆家住的比较多，回我自己家的时候就是比较少，所以相处的接触的就不是很多。虽然我每次回家都是住在他家，但是他就是觉得自己好像经常会擤鼻涕，然后打喷嚏，因为他有鼻炎，然后他就怕他的那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无所谓的这些生活上一些细节，但是他自己心里会觉得他的行为啊肯定会让别人不舒服，然后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而且他以前生活的那个地方他都已经习惯了，有他自己的朋友可以出去喝酒啊，然后跟我的姑姑他们可以经常聚会，他就不愿意来到这边。然后呢我们也是尽力的邀请了几次，他也不来。我们之前回国的时候已经帮他把那个护照都办下来了，但是呢他就是一直也不愿意出来，所以我们每次跟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拒绝，后来慢慢的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我们心里都是觉得他身体是挺强壮的，因为他常年都有锻炼身体，然后胸肌都有2块，然后腹肌还有6块。对于60多岁的一个男同志来讲，我们就觉得他的身体是挺健硕的，然后我的家人也都觉得他一直挺健康的。我心里觉得他应当是那种能活到70-80岁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个人。就但是就是呢过春节的时候，就是我姑姑突然跟我说，她说爸爸生病了，住在医院情况不怎么好，他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了，不让我跟你讲，但是我觉得挺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跟你说一下。然后我是星期六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我马上联系我的同学，因为我小学的同学挺多都在医院，而且是在我们那个城市挺好的医院，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了医院的比较权威的医生，然后我就说叫我爸爸星期天去马上去住院，因为他过年那几天他就是要出院，他不愿意在医院里，他也不听医生的。我爸爸这个人就是比较有自己的主见和个性，所以
家人也用不过他，他就出来了，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我说我叫朋友去看他，看望他，陪一下他，给他做饭。然后他也说不需要，就是很坚决的那种拒绝。然后我们就说星期日让他去医院，然后他还是拒绝，他就说我肯定不去医院，我自己的身体我了解，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让我姑姑去劝我爸爸，我说他既然这么严重，然后一定要让他最迟的话也是星期一去住进医院，然后不然的话我就说你们就讲你们没有时间去照顾他，因为过年大家都很忙，我说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然后影响了别人家都过不好年。然后我姑姑就去跟我爸爸说这样子的话，后来我爸爸就同意了，同意说星期一住院，这样子就拖了一天。然后结果呢就是星期天的那个晚上然后就出事情了，就是我那天刚好是去教会，但是我之前已经知道我爸爸其实情况不怎么好，而且就是星期六的晚上，然后我在米兰教会的一个姊妹，我也是特别的感恩，她知道了我的情况，她就给我打电话，她就说，她说杨帆姊妹，她说哎呀，我爸爸之前曾经有一次是脑血栓，他说身体很健壮的人，突然一下就晕过去了，不省人事。他说他那个时候是上大学，他说我那个时候还小，我和我的妈妈就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了像天塌下来一样。然后他就跟神求，他就说如果我爸爸这样子走了，他说我肯定不能接受，所以我就跟神求一定要把我的爸爸求回来哈。他说那如果你的爸爸突然没有了，他说你会怎么样。然后我当时还是挺自信的，我觉得哎呀，我的爸爸身体那么好，应该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感冒的并发症，应该去医院看了就会好。然后我也说我跟他在聊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即使是真的出现什么意外，我说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我该劝说他的我也都劝说了，因为我从信主以后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有跟爸爸说请他去教会，而且就是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也请了沈阳的那些教会里边的人去有跟我爸爸说过圣经，但是我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有一次他路过那个教会区的时候，因为他刚好我爸爸是很爱喝酒的人，他那天喝了点酒，所以可能就是喝了酒的人脸发红嘛，他走到那个教会门口的时候，那个门口就是接待的人就没有让他进去，然后他就说啊，你们教会怎么还瞧不起人呢？我说教会怎么会瞧不起人呢？我说主耶稣是最谦卑和善的。然后他就讲，他说我进门都不让我进。我就说怎么可能拦你呢，他说我就喝了点酒啊，我说那当然不让你进了，如果你喝了酒进去的时候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声喧哗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然后他就说啊，既然这样他不欢迎喝酒的人，那我就不去了，我就是爱喝酒。然后可能他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或者什么的，但是就他从那儿开始他就没有继续去教会，但是他有就说自己读圣经这样。所以就是所以那些事情发生的很突然的时候，就是当我走到教会的时候，就是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就说，他说你赶快叫一个救护车，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地址，他说你叫救护车去，因为你爸爸给我打电话就是感觉呼吸很困难的那种。然后我就赶快打了救护车电话，然后也叫了我朋友去到我家里，但是等这些人都去了的时候，就是我父亲人就已经走了。所以我到现在我还非常就是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说我相信主耶稣他是有拯救的大能，但是像我爸爸这种他
我不知道在他人生中的最后的一个时刻，他有没有求告神，有没有给自己做那个觉知祷告，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他是能上天堂，还是就是凄凄惨惨的下到阴间。所以我对于这件事情我就是很懊恼，我觉得虽然我有跟他传福音，但是我传的不够，虽然我有跟他说，但是我说的不够急切，我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生命中很要紧的一个事情来提醒他。而且我总是觉得啊，他是你这么健康的人，他应该会很长久。或者是我们看见身边的有些人，其实我们看他可能是脸上笑笑的，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很开心的，他应该是没有什么需求的。但是如果你不去倾听，不去仔细的去倾听他，你不去跟他相处的话，你怎么知道他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所以我真的是通过这件事情给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警钟。我们有的时候会自夸，觉得我每天都在殷勤的做主工，我每天认真的读圣经，我为主唱歌，做主日学，然后我也去帮助别人，我看见别人有需要都去帮助，我去给他们传福音。但是当我们回过来想说，如果这个人是你最挚最挚爱的人，是你的父亲母亲，那么他们现在还没有得救，那你还能够安然地坐在这里享受着上帝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生活吗？当你在呼吸的时候，当你在晒太阳的时候，当你抱着自己的小孩的时候，你就会想一下，我们经历这么美好的事情，我们凭什么？那些养育我们的人，他们失去了生命，失去的是短暂的，但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的话，那我们生活在世上是不是是一种惭愧，还有一种感觉自己是也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我们流了别人的血。所以我在今天，我想请求各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出信的，那么我盼望你们有出信的火热，一直不停的烧，不要因为看见别人不好的行为，或者是看见教会有什么事情让你们失望，你们就失去了起初的热心。我也特别盼望那些已经信的老信徒，你们能好好的读圣经，把生命的道理揉碎掰开吃进去，通过我们生命中的这个苦难把它压出来，香油拍给别人看。越是那些苦辛苦的人，越是那些生活中有疾病的人，他们其实是更需要的。那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把他们也带到主的爱里边来，带到神的家里边，才能体会到这样的美好的一个天父的世界。我今天情绪控制的不好，对不起，但是我盼望我们教会里边的每个人真的是能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多多的向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朋友去传福音。谢谢。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听了杨峰姊妹这个见证，你有什么感想？从他的见证里面，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一个孩子，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真的是听命是蒙福啊！他本来没有孩子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从他父亲这件事情，我们真的就做了我们的一个警戒，就是说传福音要抓住机会。接下来有爱光弟兄为我们来现场。
谢上帝，刚才真的深深的被感动。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身体好像是寄居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远的。所以走这条路就是生命的路。我们接下去唱一首《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真的，我们属灵的同伴要陪着我们同伴，我们基督徒一起能够才能够完成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好，
基督教福音的人有没有，或者说你是第一次来教堂的有没有？我看起来都是熟悉的面孔。有吗？站一下好吗？来站一下，站一下。好，叫胡光宇啊，就一个，弟兄这边就一个好吗？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可以说都是已经相信的人，那也不错啊。反正我们教会举行这么一次福音慕道会啊。那么我们几乎都是老信徒，我们也要学会传福音啊！就好像刚才杨芬姊妹做的见证，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向自己的家人做起。那么当教会要求我在这次福音布道会上跟各位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该讲些什么。因为真的有时候我想啊，教会有给我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对不对？几乎是一个小时。我想啊，在仅有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把基督教的福音讲清楚，或者说要把基督的救恩讲明白，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在中国，我开福音布道会，起码就是两三天，并且白天几个人非常有系统性的讲到最后做决志祷告，别人听了比较清楚明白。那么这么一点时间，你们真的有时候，我们说，除非上帝自己的工作啊，除非上帝自己的工作。那么真的，我们说基督教的福音所倾涉的内容也是非常之广泛。因此呢，我想来想去呢，我就想用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可能大家都会背的一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猜猜看，我今天要讲的这段比较熟悉的也都会背的应该是哪一节？哪一节？约翰福音3:16，对不对？所以大家一起来背，好，预备起。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福音的朋友，其实这些经文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概括，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也是我们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说这些经文至少包括了下面五个方面。哪五个方面呢？这里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天地之间有一位神，有一位上帝，上帝爱世人嘛，对不对？并且这位上帝呢，这我自己一个概念啊，他是有不同的位格。所以下面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所以说如果上帝有他的独生子的话，那我们说前面这个神，这个上帝就是圣父，对不对？所以他有圣父的位格，有圣子的位格。那么以后在圣经里面还有讲到圣灵的位格。所以这位神呢，我们说我们基督教告诉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第一个借着经文告诉我们的，天地之间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这位格所传的这位神，他有情感，他有意志。所以这圣经说，上帝爱世人，他会懂得爱，他跟我们一样，他知道要有爱，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也就是爱。所以上帝爱世界的每个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信他的人，上帝当然也爱，包括不信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爱有特殊的爱，有普及的爱。当他普及的爱世界每一个人的时候，他降雨给好人也给不好的人，他出太阳照那些信他的人，也给那些不信的人。这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呢，我更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他有爱，这种爱它是有个具体的行动，也就是说上帝爱世人不只是口头上的一种爱，它有个具体的行动，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上每个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福音的朋友，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位上帝，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上帝，他不同
同于外邦的假神。外邦的假神他是对凡人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而他自己似乎不需要做什么，他只是知道自己高高在上，接受凡人的对他的顶礼膜拜。但是我们的神他却是自己主动的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向世人表明他对世人的一个爱，从实际的行动让人感受到上帝是怎样的爱世人。那么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到底要做什么呢？也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第四个方面，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说上帝赐下这个儿子叫我们要信这位儿子，信这位神，接受他做你我个人的救主，做你我生命的主宰。当我们信这位耶稣，接受这位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又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五个方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多么美好的祝福，多么完美的人生结局。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别看这么一节短短的经文，对不对，涉及到的内容却是如此的丰富。那么我今天晚上这么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对不对，我肯定没有办法把这么多的内容详细又具体的告诉你们，所以我今天只能简单的给各位一个概念，目的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到底信仰的神是怎么的为神，或者说让我们大家来知道一下我们信耶稣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跟外邦人一样吗？只是为了今生利益，或者只是为了今生暂时的好处，或者只是求这位上帝保佑我今生平平安安就好了吗？基督教到底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所以我们说，我今天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对，给我们能够引发对我们基督教的一种兴趣啊。所以我想啊，我今天啊不会让你们马上做决志，对不对？因为我想啊，这里四十分钟半个小时叫你们马上说我一定要信耶稣，除非上帝有这样的感动，除非圣灵真的感动你可以啊。但是你说我们听了这个福音以后，我至少要达到一个目的，使你能够引发对我们基督教的兴趣，能够对我们基督教有所了解有所探索，使我们以后能够怎么样，最起码对基督教不会反感，对不对？所以我想下面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啊，我说我重点的啊，那么首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位神，或者说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神，他是至高无上的真神。所以我各位亲爱的朋友以及弟兄姊妹，其实无论你是谁，只要我们每个人呢都知道天地之间宇宙之间有位真神，几乎那些所谓自己是无神论者，他说没有神，其实在他心里那个深处不一定完全绝对的否定没有神，只是他还没有到那种境地，没有到那种境遇。那我们中国，我们古话有句说，人痛则会呼娘，穷则会呼什么？有这句话听说过吗？痛则呼娘，呼娘的，我的妈呀，对不对？痛则呼娘，穷则呼什么？穷则呼天。所以为什么说穷则呼天？意思说人到了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到了穷困潦倒的时候，人的尽头一定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会寻找一个神，能够帮助他找到人生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人呢都有着宗教性，只是人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人觉得我不需要神，对不对啊？就好像比如我自己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中国人出生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信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信什么？信菩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在拜女性拜偶像的，所以说我们黎明就是这样，对不对？其实我们觉得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位什么耶稣，对不对？只等到我20岁的那一年，我真的虽然我以前也是好像是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我对上帝是什么耶稣是什么真的从来不知道，我好像也不需要。虽然说有耶稣，虽然说有上帝，
他跟我什么关系？没关系啊，对不对？我这样读我的书，我这样赚我自己的事业，我这样赚我自己的钱，有耶稣没有耶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直到那一天，我生了一场大病，真的。生那场病的时候，医生说，虽然你这个病不至于死，但是你这个病如果不小心真的要死，怎么死？就是将近于白血病。你想白血病还有什么医好，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虽然没有，不用说，医生也没有告诉我说你一定会死，对不对？我也不必要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当时医生告诉我说，你这个病至少要三个月。他说你旁边的那些同个病房的人，他住了六个月都还没有痊愈。他说你稍微轻点，至少三个月。你像一个年轻人在住院里面要住三个月，对不对？他说我没有把你病死，我防都防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就开始寻求上帝。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唯一的，虽然医生能够救我的命，对不对？也能够医我的病，但是我发现，你想我旁边的那医生说三个月，我旁边的六个月都还没好，那难道我就比他们会好点吗？所以我就又想一想去寻求上帝。真的在那个时候，我打个例，举这个例子，打这个比方，就告诉我们：人到了那地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寻求上帝。那么有人可能也会想啊，那你说你要寻到这位你所信的耶稣是上帝，对不对？那我们也在寻上帝啊，对不对啊？我们也在拜上帝啊，大家都是拜上帝嘛。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大家都是殊途同归嘛，对不对？你信你的上帝，我拜我的菩萨，反正到了最后人都是往天上去。我们信菩萨也是到西天，你们可能信耶稣到冬天，到南天，黄色的天，对不对？所以殊途能够同归嘛，是不是？我说这样似乎有点道理。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所传的，或者说我们所信的就是真的神呢？啊，就别人就是假的呢？啊，你就讲的那么绝对吗？其实不是我们讲的绝对，而是首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怎么知道，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信的就是真的呢？首先我们首先要知道，如果是神的话，我不是说我们就是我们所信的是真神，或者说他们就是假的。首先我们说，要是那位是真神的话，必须是这一位神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神才是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模样，一生下来或者他的爸爸就离开他了，一生下来或者说他的爸爸把他抛弃了，从来没有。但是当他长大的时候，发现别人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于是他那一天就开始去找他的爸爸。你说他会找到吗？他肯定找不到，对不对？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模样。直到有一天，这个爸爸说：孩子啊，我是你的爸爸，我能够讲出你的生日，我能够讲出你身上的是有什么特殊的教，或者有个什么胎教怎么样。哇，原来哦，怎么样？我举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也是一样。如果你要去找神，你怎么去找？我们从来不认识神，对不对？只有那位神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我是神，我们才认识。所以就这一点，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主动向我们启示的神，他告诉我们他是神。所以圣经有一天，我们的神向一位摩西显现，他首先就主动地告诉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说这个摩西，你想一想啊，你说你是我们的神，那你到底叫什么名字的？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是我的名。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他叫耶和华，对不对？上帝首先向我们启示了自己啊。那么你想，我们中国拜的神很多，有人去拜孔子，其实当你去读孔子经典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神。有人去拜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神。其实释迦牟尼只是印度国王的一个国的一个王子，国王的儿子，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国更加有许多民间的宗教，
他拜什么关公啊，拜什么拜什么拜到很多。这只是我们中国历史当中一些英雄人物，对不对？你想在我们中国这个有部非常名著叫《三国演义》，对不对？它里面有365个省封神榜，谁把它封起来的？姜子牙，对不对？你想这些神都是姜子牙把你封起来的，你说如果你都是我把你封成当省的，你说我大还是他大？当然是我大了，没有我你怎么当省啊，对不对？你想神都是我人给你封，把你封的，所以你想我想的这些不能详细讲了，我只是告诉你们，告诉在座的各位，真神他自己主动启示了他自己。第二个概念告诉我们，如果是这位真神的话，他必定是怎么样创造万有的主宰，一切都是来自于他。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国这个神话传说里面有女娲补天照人的传说，好多人都相信女娲娘娘补天照人。那么请问，当我们真的相信女娲补天的时候，必须这个天怎么样心存在，对不对？没有天你哪里来的补啊？我这件没有这件衣服，你说你这件衣服我补起来的，我没有这件衣服你哪来的补啊？所以几乎女娲有补天，第一个前提必须有天的存在。那么请问这个天地哪里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圣经就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这里告诉我们，对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说吧，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那么然后我们说女娲要补天，还有造人，对不对？所以我以前就听说过女娲怎么造人呢？她说这个女娲娘娘造人啊，她开始呢跟我们圣经讲的有点相似哦，也是用泥土造的。她说捏一个泥土的人呢，然后就造。站起来了，后来这个你看女娲娘娘造一个捏一个泥土造一个人多麻烦，对不对？天下这么多人，他都来不及了，所以呢他就拿起了一个什么呀，竹鞭，就怎么样炸在泥土上，从竹鞭炸下去，泥土就进出来，所以这些泥土进出来的时候都是人。那么他怎么说呢？然后他说，开始女娲娘娘慢慢捏起来，慢慢捏出来的人呢都是非常尊贵的，在地上呢都是有钱有势有权的，后来用钉子炸出来的那些泥土呢都是凡夫俗子。哦，那么请问，那有些人开始是有权有势的，转眼之间穷困潦倒了，又怎么解释，对不对？那有些人开始都是平民百姓的，我们中国人说十年河流东，十年河流西，平民百姓的凡夫俗子呢都可能成为是怎么样有权有势的，那么达官贵族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只是我们说人们的一种思想而已。其实圣经真正的告诉我们，当然说神创造天地，并且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很平等，每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无论今天达官贵族，还是那些有学之士，还是凡夫俗子，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无论你是男的男，你是女的，都是一样的，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就是告诉我们，天地既然是上帝所造，我们人类也是上帝所造。上帝把我们人类造起来，然后放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让我们去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对不对？他出太阳创造万物，让我们每个人都享受。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怎么不去信他？我们怎么不去向他感恩戴德？中国有句古话说，羊羔尚知有怎么样，尚知贵如，就是说你像那些羊羔羔啊，吃羊妈妈的奶都是跪着吃的，表示对羊妈妈的一种感恩。乌鸦也尚知反哺，对不对？那么我们人竟然忘恩负义到这么一个地步，把那位创造天地创造我们人类的真神都真的忘记了。所以先知以赛亚他会大声的惊呼，他说天哪要侧耳听，天哪要听，地啊要侧耳听。
他说，因为以后怎么说呢？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灭我。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草，我的名却不留意。啊，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所以呢，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叹息，我们人类竟然忘记这位上帝。刚才梁文姊妹她也不是说过吗？我们人要懂得孝敬父母，这是最要紧的。但是我们人要孝敬父母之外，更要紧的要敬畏这位天上的神啊！这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方面，所以我说我们所信的神才是真的。第二，告诉我们，我们这位神他是有无比奇妙的爱，上帝爱世人，他有无比奇妙的爱。所以我们的神他是有位格的神，他有情感，他有意志，他有喜怒哀乐，他有喜怒哀乐。他不像我们那些神话故事里面讲的那些啊，你塑木雕的坐在哪里，像木头人一样，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不是说吗？我不好意思说，用温州话说一句啊，我原来吃下面那个，你都没能做到那嘛，还有我那个上面那么一些子呢，你说怎么样？是不是一些？那个像呆若木鸡一样的怎么样？说明怎么样？外方的假神真的面无表情啊，没有情感意思，他本来就是假的嘛，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向我们表达的那种上帝，他有喜怒哀乐啊，他不是哲学家里面那种形而上学的那种哲学概念。他因为他是爱，因着他有爱，所以他对世人的爱是怎么样？他愿意成为世人的样式。所以我们的神呢，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愿意成为世人的样式。所以当他说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时候，这位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怎么样，上帝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住在我们的人的中间。所以弗所书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超乎众人之上，他是众人之上的神，但是他是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说，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已经听福音的朋友，你不要看到我们的神也是无形无相，对不对？那有人说啊，我们拜菩萨最起码有个泥塑木雕的，你们连个泥塑木雕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拜就拜真的，泥塑木雕有什么好拜？虽然我们的神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真的我们的神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为什么呢？现在我说哟，刚才杨文夫妻二人做见证，都包括在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怎么去经历上帝的。所以我想你听福音的朋友，你要多跟基督徒接触，多从他的身上看到上帝就活在我们的中间。包括我们可能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些啊，或者说还有你的另一半还不信耶稣的，对不对？你的儿女或者你的父母啊，对基督教还是心怀二意的，对不对？心思怀疑的，其实我们都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是有真有活的生活，让我们可以经历的神啊。那么这位的神，他有情感，他就是他会有爱，他也知道怎么去爱。当我们说讲到神爱世人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看看上帝爱世人，我们人在上帝的面前什么那种本性，什么那种本性。你想我们要去爱一个人，对吧？看他在他的身上找到个可爱之处，你才会去爱嘛，对不对？找不到可爱之处，我们就是对他讨厌，就是对他恨呐。啊，所以我们人就说，要么就是爱这个人，要么就恨这个人。那么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那么我们人在上帝的面前有什么？何德何能？你有什么值得上帝的所爱？所以我不能肯定你们没有什么，我只是说，最起码我在上帝面前一无是处。真的说，上帝，我在你面前，我有什么值得被你心所拣选？我有什么值得被你所爱？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在上帝的面前，真的就是那么一个罪人。但是很奇妙的，上帝就偏偏爱我们这个罪人
啊，偏偏就爱我们这个罪人。所以你想，我们人在上帝面前那种悖逆的行为，那种悖道的行为，但是上帝一直对我们那种无限期的忍耐宽容啊，他在每时每刻无不表现出他对我们的那种爱。所以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怎么去不敬畏他？我们怎么去不相，怎么不相信他？怎么不感谢他？啊，他不但不恨我们，反而是爱我们，以永远不变的爱爱我们，以永远到底的爱爱我们。啊，真的，虽然有时候觉得我们觉得这位上帝也很严厉，对不对？有时候也会责备，有时候也会责打，甚至怎么样，把我们打得体无完肤也有可能。为什么？上帝是爱吗？其实上帝越是爱我们，他就会越发会管教我们，对不对？他不会放怎么样放任我们，把我们啊不理，也不管我们啊。其实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知道，你越爱你的子女，对你的子女越严格啊。所以我说，我们的上帝他就这样，我们在人在上帝的面前什么都没有，甚至是一无是处，都犯了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就是偏偏还爱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爱。并且上帝爱我们有个行动，圣经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什么叫甚至？甚至就是说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爱到一个地步，用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什么叫赐给我们？所以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这个赐给在原文里面就是做一个礼物。上帝就说，上帝给我们预备，精心预备了一份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所以有首诗歌241首，大家打开诗歌会唱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唱。241首，有一件礼物，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
是不是我们看到神这样一种无比的爱给了我们，他爱我们，但是这样的一种礼物我们怎么去以什么的态度去对待。圣经上说我们的神是奇妙无比的爱，甚至把他的爱子也赐给我们，这份礼物真的非常的宝贵，不是物质方面的，乃是上帝用他儿子的命啊，所以上帝要借着他的儿子成为肉身，向世上的人彰显了他的爱。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福音的主题爱在呼唤，那我们知道什么是爱。所以你想，如果我们不从耶稣的身上，真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真正的爱就是真的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人间你对我的爱我对你的爱真的还不是真爱。当真爱在呼唤的时候，就看到上帝在呼唤，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什么，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什么。所以当他的儿子到处就是来到地上的时候，告诉我们上帝愿意亲近罪人。我开始已经讲到我们世上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你看世上的人啊，是用什么的态度对旁边的人，他都是很希望自己跟好人做朋友，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经常告诉孩子说，孩子啊，那些孩子有些孩子不好的你不要跟他交朋友啊，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啊？你要跟不好的人做朋友会被他害一生的，对不对？我们总喜欢跟好人做朋友，跟义人做朋友，对罪人对恶人总是讨厌的啊。你想，当然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基督徒被主改变了生命，我们却不要跟世人一样。虽然世人讨厌罪人，世人恨恶人，但是真的我们还是去接纳更多的人啊。其实说实在的，如果你说我愿意跟好人做朋友，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都是罪的嘛，对不对啊？你看我不好，我看你不好，那你也不愿意跟我做朋友，我要跟你做朋友，大家都怎么样，赌上其身好了，对不对啊？只是我们有时候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好，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要因着这些瞧不起人。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彼此的尊重。所以上帝的儿子到地上来，他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愿意跟罪人做朋友。所以我今天奉主的名告诉我们每个人，真的我要看到耶稣愿意跟罪人做朋友啊。所以当有人说我觉得自己要，我以前的经历经常说叫人家信耶稣，信耶稣，对不对？叫人家去听到，甚至我有些基督徒叫人家受洗的时候，他怎么说啊？我这个人不好的呢，我这个人还是这么坏这么差啊，我信耶稣不配的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听听的朋友，就因为我们人不好，就因为我们人是有罪人才信耶稣，不是好人有资格才信耶稣，乃是罪人才可以信耶稣。就好像医生是为谁预备的？为病人预备的。我如果健健康康的就不需要医生，对不对？我有病了才去找医生。那么你想，好人不需要耶稣，罪人才需要。所以上帝为什么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赐下来？因为人有罪呀。如果人没有罪的话，上帝就不需要把他儿子 带到地上来。所以我说耶稣就是爱世上的每一个罪人。上帝不仅爱世人，甚至爱罪人。不管你犯了什么罪，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只要你愿意了接受耶稣做你的朋友，耶稣都愿意成为你的朋友。所以你看，这个耶稣跟我们做朋友，这是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其他的宗教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的。其他宗教当中他神就是神高高在上，但是唯有基督教的圣经，基督教的神告诉我们，这位高高在上的上帝，他愿意降卑跟我们人平起平坐，跟我们做朋友，并且他愿意跟罪孽跟罪人一起做朋友。因为上帝才把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所以我说真的，我们有看到在我们人生的旅途里面，我们都需要一位真实的朋友，都需要一位永远跟我们相伴不离的朋友。
人与人之间都可能会因某点意见的不合，某点观念的不同，可能会分道扬镳。唯有耶稣永远伴你左右。是上帝赐下的儿子，不仅要跟我们做朋友，甚至他愿意赐下自己的儿子的生命，牺牲自己儿子的生命，为要救我们脱离因罪带来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信耶稣一个终极的目的。当然我说我们信耶稣可能到物质的好处，得到凡事的所有的平安，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最终的是解决我们因罪带来的审判。我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啊，但是罪的工价都是死啊，乃是死啊。所以人类如果没有上帝，最终的结局是走向灭亡。所以在上帝面前的话，人类在上帝的面前的光景是众人都犯了罪啊，都是罪人啊。我们不仅仅刚看到上帝爱世人，更确切的说是上帝爱罪人。但是有人认为怎么样，既然你们都是有罪，上帝还爱你，但是是不是上帝就包容罪啊，包庇罪啊，好像你们基督教就是一个纳无常钩的地方吗？是有弟兄姊妹，上帝爱罪人，但是上帝绝不包容罪恶，这是我们一定要讲清楚的。上帝爱罪人，但不绝怎么样，不包容罪恶。所以上帝绝不会因着我们怎么样，哦，爱你爱你就呼吸养接了。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但又是公义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嘛。一个犯罪的人一定要受到公义的审判，罪人一定要死的，那怎么办呢？因此上帝就用他儿子的生命做代价，用他儿子的生命替你我受了罪的审判，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到地上来就是因为你我承担了罪的审判。所以你想，如果没有这位耶稣，我们整天背负着罪的重担，如果没有这位耶稣，我们人活着就是往死的路上走。但是因着这位儿子耶稣到地上来，虽然人因一次的过犯，因亚当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一次的在十字架上的死，众人就有因此被称义的生命了。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义治。所以，上帝赐下他的这个儿子这份礼物给我们，不仅仅是给我们欣赏，而是以死界的行动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终极的目标就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啊！所以下面说他的这个儿子赐给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先跳过来这个中间最后一个亡命的结局啊，看到人生最亡命的结局，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就是上帝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做什么？上帝爱世人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因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因罪欠下的债务。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负债累累的人。负什么债？不是负经济的债，负什么债？罪债。每个人都犯了罪，甚至罪大恶极，对不对？这种罪受到的审判，不只是判几年坐几年的牢、几年的徒刑简单，乃是一种终极的灭亡。如果面对的这种债务，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得起，没有一个人能够付得清这种罪债，因为你我本身就是个罪人，我没办法付你的债，你也没办法付我的债。所以你想啊，今天我们中国的宗教，其实无论是道教，无论是佛教，都告诉我们人有个罪的概念。但是其他的宗教，它是怎么解决罪呢？用一种将功补过的罪啊，补过的办法来解决的罪。也就是说，当人有罪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要做些功德，积点善，行行善，把你以前的罪过免免掉。其实，弟兄姊妹，人做好事不是功德，
人本身本分就应该做好嘛，对不对？这怎么算是功德呢？今天的人把好事当作功德，只是说明了一件事情，因为人犯罪太多了，太重了，谁把一点好事就当成功德？这本来你把好事当功德本来就是一件罪，更何况你怎么用的功德来补呢？对不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这张纸我撕了一个角，对不对？因为知道你撕这个角以后，你用胶带纸把它捏起来也可以完整，对不对？也可以捏起来，但是它总是怎么样？不完美。撕了的东西你把它补起来，我们修补在这里修补的很多，你技术再要修起来还是破衣服，对不对？我们人犯了罪以后，你再怎么行善，再怎么立功，再怎么积德积起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总是一个罪人。所以你想，孔子没有罪吗？孔子他只是有一个非常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可能有许多道德行为，但是他骨子里面难道真的没有一点罪吗？所以你想，在世上找不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人，除了耶稣以外。所以唯有这位耶稣，他能够负起我们的罪债啊！这位耶稣为我们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给我们人类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至少两个结果：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两大结果对于今天的你我真的有极大极大的关系。如果有人告诉我，你只要信耶稣我就给你很多的钱，或者说你只要信耶稣保证你赚成为百万富翁，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不信耶稣，因为今天不信耶稣的人，百万富翁怎么样？大有人在呀。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你只要信耶稣，我保证你前途无量，我也不要，因为今天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的前途比我们更加的光明，对不对？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只是圣经告诉我说，你只要信耶稣，你的罪得解决了。我就叫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用任何一种方法你来解决自己的罪吗？都没有出路，唯有耶稣能够解决。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圣经告诉我说，因为耶稣告诉我说，你只要信他，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才是我们今天人所需要的。这样的结果真正关系到你我的生命，你我的灵魂，因为人生最终的结局，人啊，你往哪里去？你有没有考虑你从哪里来？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从父母而来，但是你接下去的问题每个人都要问，我要往哪里去？当你结束了人生70年、80年甚至100年以后，你要往哪里去？这是我们人要考虑的。所以这里说不至灭亡啊，从消极方面来讲，耶稣能够叫我们不必灭亡。那什么叫灭亡？灭亡不是死亡啊，圣经中的灭亡是什么结果？真的有说死亡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人都要一死嘛，对不对？死了有什么可怕？死一点不可怕。但是灭亡就不一样了，死亡只是身体的一种功能的暂时的，用今天话来讲，电脑卡住了啊，稍微搞搞马上恢复起来啊。死亡只是电脑被某种病毒干扰了，暂时死机了。但是灭亡呢，是那个系统完全怎么样毁坏了，没用了。甚至这个灭亡怎么样，当灭亡临到的时候，你一点也没有回生之力啊。所以我说死亡只是身体暂时的上帝隔离了啊，是灵魂永远与上帝的隔离。但是耶稣来了，他要救我们脱离这永远的沉沦，使人的灵魂不至于灭亡。所以呢，这个灭亡是我们灵魂与上帝永远的隔离。那么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不仅使我们的灵魂不会与上帝永远的隔离，下面说反得永生。灭亡和永生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层面啊，灭亡你就看到灵魂永远的死，永生呢是灵魂永远的活着。所以我说永生是我们宇宙当中最大的一个福音
啊，是宇宙当中最大的福音，永生是向罪人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啊，比如说我今天因犯罪判了死刑，哇，我真听天天盼着那个死期到，对不对？哇，突然有一天，啊，那个监狱里面有个人跑过来说，啊，夏景辉啊，你不用死了，你要当场释放了，对不对？你现在就放你走。哇，那种多高兴！本来要死的人，今天突然来一个人说，你不用死了，对不对？所以基督教的福音就告诉我们了，因着我们人的罪，你就是要死的，就是已经被定罪了，就是面死亡的。今天突然耶稣到地上来说，罪人啊，你如果来愿意接受我的话，我就可以马上让你放你走，就是这个消息，永远得到生命。所以永生从时间的概念来讲，这个生命是永远的，没有结束的。从性质来讲，这个永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那种生命。所以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其实啊，人上帝在造人的那一刻已经把这个永远不死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传道书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万物各安其时，啊，各成美好，将永生放在人的里面。但是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刻，这个永生的生命就因此离开了，人就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与上帝永远隔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怎么样，上帝一直在盼望人类的回来。所以你在创世纪可以看到，亚当犯罪以后，上帝说，亚当啊，你在哪里？上帝一直在找人啊。后来到了新约时代，上帝借着新约一直在呼唤人回来，被盗的儿女啊，你们回来吧，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你回来吧，对不对？上帝一直要圣回来，回来。到了新约时代，上帝把他的儿子拆下来的时候，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耶稣在圣经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养了100只羊，突然有一天有一只羊就走失了。那只羊走失了，那个牧羊的人呢，他就愿意把99只心放在那里，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直到把那只迷失的羊找回来的时候，他高兴了。所以你看看，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一直在找人，愿意人回到他的怀抱里面。所以今天爱正在呼唤，他愿意每个人得享永生，不愿意每个人灭亡。上帝的心愿万人得救。所以我说，上帝爱是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那么最后我要给时间讲一讲，我们说我今天开始跟这么多所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了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切上帝都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些礼物上帝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来做呢？我们刚才所讲的都是上帝都已经做好了，那么我们要求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他没有要我们更高的，对我们没有更高的要求，他只要我们一个字，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说前面这些上帝都我们做好了，那么我们人要做的只要你信。最简单最简单的办法，不用你付一定什么代价啊，不用你花多少的一个精力，只要你信。所以这个方法太简单了，所以有些人说你太简单了，简单的简直不敢让人相信，对不对？因为太简单了就不敢相信吗？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不是越简单越 不敢相信了？其实这里不是说你敢不敢相信的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愿不愿意的问题。所以我说叫去信他的怎么信，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信就是心里的相信，口里的承认啊。所以我说我们要得到这份礼物很简单，只要你信，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这个福音就是神的义在这福音史上显明出来，这义，这义本于信，也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人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因为上帝除此以外，上帝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只是我们人不能做。你如果连最简单的都做不了，上帝说要你出钱的话，
你大老板有请的人可以做，但是那些穷人呢，对不对？啊，所以上帝除此以外，真的想出了一个适应每个人的方法，只要你愿意信，他就愿意做你的朋友。是我今天我时间的关系只能啊讲到这里，所以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215首，啊，215首。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听福音的朋友啊，你要想想，我今天告诉你这些，我没有强迫你们说今天一定要接受，但是我真实的希望，对我今天所讲的这些，能够对你的生命能够带来一点反思。带来一定触动，到底为什么今天需要这个基督教？为什么需要这位耶稣？这位耶稣到底给我们什么好处？所以我想，我们教会每天都为你开放，你可以随时来教会当中去了解这位基督教啊，这位基督教所讲的耶稣。215首。真的是有福的，感谢我们的天父，啊，
方，是他的大爱临到我们身上，他愿意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接下来，你们再唱诗歌，再唱诗歌。耶稣爱你。
你愿意接受神的爱吗？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赎吗？如果你这个时候心里有感动，那你就在你的心里面默默地对主说：主耶稣啊，我愿意，主耶稣啊，我愿意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主耶稣啊，愿你的爱临到我的身上，愿你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耶稣爱你，耶稣愿意救你，因为主耶稣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是一切是正掌权者的首领。你愿意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如果你愿意，那请你把手举起来，神的仆人就为你祝福祷告。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那请你也把手举起来，使你今年受洗有份，耶稣基督愿意担当你一切的罪，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留下来。如果你有感动，请你把手举起来。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感谢主，这里有几位姊妹，请教牧师上来为这几位，那前胡中光弟兄到上面来，耶稣爱你，阿门。我耶稣爱你，把前梁成弟兄上来，耶稣爱你，耶稣永远，请下飞鹰姊妹上来，耶稣爱你，耶稣，请黄月华姊妹上来，主要是我们每个人会已经认识你的人会更加的认识
识你，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主啊，让你能够成为他们生命道路当中最好的伴侣。谢谢，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站立来唱啊。这几位上来的弟兄，你先，我先开下去。你就差遣自己怀中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在世界上，来拯救我们全人类。
哦，主啊，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哦，做成那莫大的救恩。那十字架的救恩能救我们脱离死亡，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亲爱的父神，哦，主啊，你爱真的是，哦，叫我们这些不配蒙恩的人蒙恩了，不配蒙爱的人蒙爱了。我们如今来到你面前是赖恩得救的。主，我们说什么来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呢？今天我们就让教会哦，在这里要传扬你天国的福音，乃是遵守你的命令。主啊，你叫我们哦，把你的福音传遍天下，遍满全地的。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哦，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的口，把你十字架的救恩哦，把耶稣基督的哦天国的福音传扬开来。主啊，叫我们听见你的人哦，耳朵都能够被震动哦。主啊，你哦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主耶稣，求你真理的圣灵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扎在我们的心里哦，因着你福音的缘故，你放着我们仿制来到你面前的哦，慕道有我们的亲戚朋友，你放着我们的生命，你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从死亡归向永生，从撒旦的手下夺回归向我们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巴不得你真理的圣灵哦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凡是弟兄姊妹哦，凡是慕道友的，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救恩的生命、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纪念你的仆人哦，传扬哦，把你的福音见证出来哦，求你也纪念哦，主啊，敬拜堂的弟兄和姊妹，求你也纪念哦，主啊，这么多的哦，主啊，后勤工作的接待人员，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赞美你，我们哦，祷告之后面要离别，求你真理圣灵平安地送我们回家。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接下来还有跟进的工作、关怀的工作啊，这个栽种的工作，求主祝福哦。你生命的种子撒下来的时候，一个都不失落。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请坐。哦，对不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我们出去，我们要稍微轻。因为那个秦明这本白纸房的正住家里面书太吵杂了，今天在我们的那个门上嘛贴了许多的那些纸，说我们打扰他们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出去的时候叫我们的孩子不要说话啊，轻点，谢谢大家。